呦，我这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有点睡不着了。我天哪，再睡一会儿吧，还是。2 hours later， 起床，每天起床，哎呦，这屁股底下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硌呀？啊，热水袋。现在是7点半了，再过一会儿该送早饭了，所以我现在抓紧时间洗个澡去。这个是岩面的浴缸，知道吧？就是那种岩做的，你看这都是岩做的，就是咸的。洗完澡了，饭来了。滴滴滴滴滴。哦，现在外面好像幼儿园正在放歌，我们来听听。7点多就上幼儿园，我们开车，有点闲。啊，吃饱了，把今天的垃圾都装到这个袋子里，晚上会有工作人员来收这个袋子。装好了，我们来看会儿电视吧。哎，打不开呀、啊。再从这儿打开这电视。在消费主导的香港社会，还有人醉心于维修工艺。嚯！觉得就唔系物件本身，而系一种感情。你们这么能修，能把电视也修一修？老牛湾。没去过，学着英文还行。制造之都，浙江台州。耶！欢迎您来唐山度周末。去唐山度周末，还没到呢，回来了。韩国联合参谋，怎么视线转向美国，谋杀案数量已经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。看会儿球。骑着驴的跟这儿，读完之后这发型二溜子是。这主播真的是很违和，跟这篮球比赛。谁要看这个？什么鬼？这是！看库里，库里，库里，库里突破是来自己直接出手呢，哎、这球被盖掉，这是被盖掉吗？这是盖一辈子。哇，詹姆斯这发型，嘿！你的球队里边还是要有中锋的。刚才这个瓶盖掉地上了，我现在别无选择。我去，拼多多，谢谢。你有看到我？好，谢谢。这应该是粉条。我靠，大肥肉，雪里红炒肥肉，挺好吃的。你玩对米饭不过敏就好了。尝尝这个，一般。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左宗鸡呀、啊？不知道，就是番茄有点甜味的鸡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左宗鸡是什么鸡，跟它也不熟。我爱吃蘑菇，吃饱饱了。吃完午饭了。一会儿打算做个运动，做个什么卷腹呀，什么 plank 之类的。最近这个腹肌有点撕不开了，需要撕裂一下。这个我就不录了啊，我可能看上去像个傻狗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来网上冲会儿浪吧，看看最近有什么电影。007 A， 其实我挺想看这个的，《碟中谍》也挺想看的。说的就好像我能看似的，这会员专享，我好像都没有会员。哦，我还真能看。哦 ，OK， 算了，还是看着能看的吧。你看我在这儿看淘宝上卖的各种小豆腐呢，真多呀。
啥玩意儿都有，天哪，太厉害了，带劲。看这个，上学没上好，在家卖鸵鸟，点进来看，还真是卖鸵鸟的，9.9块一个。然后这人问会长多大，他说你好，我没有买，没有买，你在这儿怎么做才好吃？然后这回答是多少钱一对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还有这个卖这小马，嚯！有人问大人能骑吗？大人也能骑。居民楼有一个样板。哎呦，再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卖小香猪、景猪。哎呀，坐半天了，运动运动，打会保龄球吧。保龄球，来啊！哎呦喂，再来个球，耶！哎呀，Reading time， 给大家看我的书库啊。这个拖延心理学拖了得有半年了，才读了23%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哪个呢？我们还是读手机上面的吧。好了 ，Kindle 的戏份就这么多。洗完了，耶！充实的一天又过去了。得了，不逼逼了。晚安，各位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